大家听我说啊，我们动作太小，根本不会引起雷主任的重视。王雪，你消停点吧啊！哎，上次那个联名信呢，确实是我想的不够周到。你们想，如果我们一起不穿校服，让全校都知道，我们高四一班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吧？上雷主任一定会给我们个说法。我靠谱吧？放学，我觉得我们都高四了，闹这事还合适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。听我说，甜甜昨天已经被监视器偷窥了，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，你不害怕吗？我先脱了。小雪，我支持你，我也脱。上。拖出去了，拖了。吴兰，你怎么也脱了呀？我做我觉得正确的事情。说的对，我也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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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来哪？我们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太刺激了。现在是课间操时间，请同学们尽快在操场集合。还没到达操场的同学，请加快速度。集合。高四一班那群人呢？对啊，高四一班怎么都没来？对啊，快起来！同学们呢，我真是小瞧你们，一点小事闹的是天翻地覆，放学不着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难道你们都要跟他一起堕落吗？未来李达来成绩，你们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，不要以为你们学习好我就会对你们放松管理。老师，我穿校服了。主任，我校服落在教室了，能回去拿吗？你们两个倒是很机灵，回教室吧。还有哪些同学愿意穿校服，就跟他们两个一起回教室。大家都别走，我们目的还没达到呢。你给我闭嘴。未来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？雷主任，我觉得方学他们没做错。你说他没错就没错吗？好，跟着他在这个草场跑二十圈。二十圈不是有骨气吗？那就别废话了，跑吧。这儿吧，深呼吸，别缺氧了，我快死了。大伙儿咬牙挺住，再坚持，别歇气儿。今天大家拼了，大家加油！